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死女人跑哪儿了？董山灿，听好了，不管你躲到哪儿去，我一定会找到你。死女人，一直死女人死女人的叫，你是臭小子吧？谁叫你要躲起来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随时都要让我找到。所以你就抱起来抓我？你可真是聪明啊，差点就害我变成有前科的人了。那你让我怎么办啊？我找你找的都快疯了。你一直在找我？不然呢？你没去学校，也没去你打工的地方，去你家也等不到你，打你电话还关机，你想让我急死啊？没事玩什么人间蒸发？谢谢你啊，到处找我。总是在钻牛角尖，把自己困在烦恼中痛苦。可是，就算以后会后悔，我也想要紧紧抓住当下的幸福。你饿了？才不是我。也不是我。肯定是你，我听见了。就是从你肚子里面发出的声音。你干嘛那么咄咄逼人啊？我乐意。好吧，看在你咄咄逼人这么可爱的份上，宽宏大量的我也就不跟你计较了。我哪有咄咄逼人啊？知道了知道了，吃吧。手握这么紧干嘛？怕你逃跑啊。我现在就在想，我应该跟刚刚那个警察借个手铐，这样你就不会逃跑了。我们去吃拉面吧。拉面？拉面有什么好吃的？你脑子里在想什么？想拉面啊。那你在想什么？